每个歌后都不亮啊。太清楚了啊、哦、这没想到的问题啊。孟鹤堂过来，来，你要给大伙演绎什么吗？大家这么喜欢你。一起啊？跟谁一起啊？跟九良啊。是你们糊涂，他应该跟张云雷在一起合适。这个，哎哎，我问一个问题啊。我老看人网上说你们俩不和啊，说打得跟热窑似的，这个好消息为什么没通知我呢？主要我们俩也不知道。哦，行，那不重要。哎，干这行就需要大伙儿串闲话，知道吗？啊，他们要说你们俩有孩子，我都信，知道吗？你说那这是真的。俩人演绎什么呀？或者唱一什么也行。唱一个，唱个问吧，好不好？问。问行，你来，你别起太高了，行吗？好好。谁让？行，别起太高了啊！谁让你心动？谁让你心痛？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？谁会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事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，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。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，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。后边什么词儿我忘了。这唱的什么呀？这是啊，这个就是瞎唱一词，瞎唱。啊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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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我想问问，哎，我这说话呢啊，你拿我当你谦大爷似的，不是不是。